天天凯丽青春美丽，有客户咨询，美商凯丽的 PQQ 清气片产品对甲状腺囊肿是否有效果？您好，我们的产品是保健品，不能代替药物，不具有任何的治疗作用。关于您的提问，我们的产品顾问给出了如下回复。甲状腺囊肿是甲状腺里面有囊性的肿大的物体，有科学研究发现，甲状腺囊肿的产生可能是由甲状腺激素合成的，氧化特性或机体额外氧化应激引起的，轻作为抗氧化剂。研究表明，氢可以选择性清除强自由基或过氧化亚硝酸离子，从而提高内源性抗氧化防御能力。使用氢气片还可一定程度上提高体内 SOD 水平，从而减少激素合成过程中产生过氧化氢。而这些多余的过氧化氢通常被科学家们认为是甲状腺囊肿或结节产生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甲状腺囊肿的产生可能也与情绪控制不好有关系，环境压力和精神压力引发自由基的形成。使用氢气片通过减少自由基缓解压力，调畅情绪，保持情绪平稳，可能也对于缓解甲状腺囊肿有潜在的作用。以上是产品顾问结合多方研究给出的结论。由于有个体差异和不确定因素，每个人的使用情况会有所不同，请客人悉知。凯丽环球，谢谢您的观看。